小 S 两个姐妹虽然同为一母所生，但性格却很不一样。大 S 比较的温柔，也很细腻，是生活中的女神。小 S 性格比较的古灵精怪，很活泼，就像生活中的女神经。近日在我们是真正的朋友中，小 S 女儿艾丽发信息给妈妈，称想要买一件名牌潮服。小 S 则回复称这件衣服很贵，并希望女儿不要再随便逛网络。另外还表示女儿才13岁，还在长身体，不应该穿很贵的衣服，并教育女儿不要养成从小就花大钱的习惯。在一旁吃东西的大 S 看到衣服的图片后表示，衣服虽然贵，但是很好看，可以穿很久。小 S 则说到女儿才13岁，不应该穿超过1000块钱的衣服。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匠心影视哦。